昨来找你这个人，安怎熟识？安怎熟识？赖熟识，赖啊，晓。我来讲吼，啊，你有迄，你来过程当中，我带你看一下，好不？哎，昨来找你创啥？就是伊，就是甲我讲，已经成交，成交买着啊，买，嘿，买，我买着啊，啊，即摆伊换找对方要甲我买的人，啊，已经要成交，啊，要纳税。哎，你啊，你遐股票值偌侪钱？拢总伊若买落，伊是甲我讲有算吧。算吧，你感觉值几？感觉有可能无？我感觉是有啦。我是本来我就是看股看做股票嘛啊，我看到未上市人呢，即马只要上市，点点着就个了，要拥抱袂着。我唔知，都是有伫想。再伊来甲我讲叫我叫我买未上市，我一下我就来讲好。我拢唔知。伊就是讲伊个公司有。另外一个股东出来要赔偿给阮买方啦，啊，毋知讲要去叫阮去买生机，我毋知去买生机。恁拢用卡电话吼？嘿，我来讲啦，即我听起来100%就是骗的啦。是啊。嘿啦。我就是去买这个啦。啊，我摕你看。我买十位啦。你买十位啊？你一个人爱一个位尔，你买到十位要创啥？就是要买啊。你想到可能吗？来，我跟你讲哈，来，好，生机塔位诈骗，人迄警察来给通报资料，就是诈骗啊，这就是诈骗的。你讲，伊迄一张10万块，我讲，人迄公司讲塔位一个20-30万，哪可能？你安尼几百万嘞？人咧卖的时一开始。卖的时阵就甲你介绍无同啊，你听好意思无？我若甲你苦劝，希望你莫见怪啦，就是为你好尔啦。阿姨，我甲你讲啦，投资啦，啥物买保健品啦，买塔位啦，吼，反正若是讲牵涉到钱，我甲你讲，遐100%就是拢是假啦，无遐好康，你有法落去，你会你赚得着啦。哦，有无在好赚？啊，有啥物奇怪个？到派出所。